爱知县位于日本中部，有两个机场，那就是日本中部国际机场和日本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从爱知县飞往日本各地，飞往全世界。请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爱知县两个机场的魅力吧。准备就绪，护照也拿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嗨，大家好，我是 Tokonami Sela， 请多关照。今天我要去度假，在日本中部国际机场坐飞机去海外。对了，我要早点去机场，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挖掘一下中部国际机场的魅力。哇，好激动人心啊！哟，我得走了。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位于爱知县名古屋市以南伊势湾长滑海域的人工岛屿上，交通十分方便，驾车从名古屋市内出发，可以利用名古屋高速公路、知多半岛公路、新特利亚线公路，行程大约为30至40分钟。乘坐电车从名古屋车站到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站，最快28分钟即可到达，并且机场站与航站楼的联络通道均为无台阶缓坡，搬运大型行李也毫不费力，非常方便。除此之外，您还可以乘坐连接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与中部地区各个城市的机场大巴或出租车，每天有从三重县的京和松坂到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高速客轮运行。日本中部国际机场面积之大，值得夸耀，其面积相当于120个名古屋棒球场。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代表日本的制造业聚集于爱知县，作为中部地区空中门户，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于2005年2月正式启用。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国内航线网络在日本的国际机场中位于前列，可以从日本各地乘坐国内航班到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转乘国际航班飞往海外。不论是旅游还是出差，日本中部国际机场都会是您最好的选择。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规模可与成田国际机场、关西国际机场相媲美，是国际枢纽机场之一。现在请让我和父向您介绍一下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魅力吧。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交通快捷方便，这么快就到了。我们从哪儿开始参观呢？日本中部国际机场内有很多商店，有餐厅、土特产衣品店等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航站楼四楼的红砖街及灯笼街。重现街景的空间里，林立着各具魅力的日式、中式、西式等各种餐厅、咖啡屋，甚至还有书店、杂货店等，让人应接不暇。哇，是名古小吃，真令人垂涎欲滴呀，肚子都扁了。可是那么多的种类，真让人眼花缭乱。不坐飞机的人也可以在这里享受乐趣，节假日约朋友一起来逛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这里的乐趣不只是进餐和购物。对了，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还有眺望浴场呢。您在出发之前或到达之后，可以在机场度过一段悠闲时刻，甚至您还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哇，好漂亮的新娘啊！中央花园洒满阳光，很适合举行婚礼。
一对新人看起来好幸福啊！哇，好羡慕。风和日丽，真舒服。哇，是飞机。这飞机好有魄力啊！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眺望台离飞机跑道仅有300米，是全日本第一能在最近距离观赏飞机的眺望台。晴天还能看到来往于对岸三重县名古屋港的船只。傍晚您能观赏到海边落日。晚上航空照明灯闪烁，带您进入幻想般的世界。用餐时还可以欣赏眼前的伊势湾和起降的飞机，真是情调十足。夜晚的机场好浪漫啊！哎，那架飞机和别的飞机不太一样啊，该不是 VIP 专用机吧？企业或个人作为公用或私用使用商务机，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也为商务机提供服务。日本中部国际机场可以24小时随时起降，还备有可供大型喷气式商务停机的专用飞机库。不过，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魅力不仅于此。日本中部国际机场除了客机、商务机，还有货机在此起降。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还是24小时营运的航空货物的国际枢纽机场。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位于日本中部，其周边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可以快速完成货物收集及配送。其中备受关注的是由堪称全球最大级别的货物运输机“梦幻货机”实现的海空联运。本地区生产的最新锐中型喷气式客机波音787型客机的机体零构件，首先从港口装船运输到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然后通过专用运输道路装入梦幻货机，运往美国的组装工厂。大家看，那就是波音787的机翼。为了更加顺利完成此类大型货物的运输，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还修建了梦幻货机作业中心，用于暂时保管机体零部件及地勤车辆。日本中部国际机场是全日本唯一一座开通梦幻货机航线的机场，以此与世界相连接，为日本的制造业贡献一份力量。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不只是旅客运输，作为物流基地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呀，没时间了，得快点办理登机手续了。国际航班应该是这边。对了，前几天我乘坐国内航班去鹿儿岛的时候，通过网络事先预约后，就靠一部手机轻松便捷地办妥了登机手续，而且没有带需要托运的行李，就直奔安检通道，很快就坐上了飞机呢。国际航线区和国内航线区连成一体的功能型航站楼，也是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特色之一。
因为是在同一个航站楼，所以可以在近距离短时间内完成转乘。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进一步推行无障碍设施，比如为轮椅利用者提供方便的无台阶坡道设计，宽敞的电动人行道，电梯两侧设门，以方便轮椅上下电梯时无需调转方向等等，充分考虑了男女老幼、残疾人等所有人的使用，其设计非常人性化。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不愧为力争顾客满意度世界第一的机场，其设计细心周到，真让人感动。顾客满意度是在评价国际机场时的重要因素，理所当然，这个机场的评价是很高的。出了检票口，经过交通大厅到出发大厅的移动没有任何障碍，非常方便。下了自动人行道，眼前就是出发大厅，登机手续柜台近在眼前，方便快捷。办完登机手续就是办出境手续了。啊，对了，在机场内发生任何问题，都会有机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为您排忧解难，真辛苦他们了。办完出境手续，眼前就是免税店。化妆品商店、时装商店等各种商店展现在您的眼前。逛免税店也是海外旅游的乐趣之一，好兴奋啊！离出发还有点时间，去购物吧。日本中部国际机场是让人心跳的天空之城，不论您是乘坐飞机还是不乘坐飞机，都可以在此尽情享受一番，这就是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魅力所在。还没到目的地就尽情享受了一番，各位再见。我叫拿货票，是爱知县营名古机场的吉祥物。下面请让我来带大家去挖掘一下爱知县营名古机场的魅力吧。好吧，出发吧。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位于名古屋市北边，从名古屋市中心驾车经由高速公路大约需要15分钟。机场巴士从名古屋火车站等几个火车站出发，在2005年日本中部国际机场正式投入使用的同时，名古屋机场则改为小型飞机专用机场，并改名为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旅客通道集中在航站楼的一楼，实现了不需要上下移动、布局紧凑合理的设计。不论是儿童还是老年人，任何人都可以放心使用。场内的商店里有很多以名古屋为主和周围地区的土特产。在咖啡屋
可以品尝到全国有名的名古小吃呢。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小型飞机专用机场在日本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魅力吧。魅力其一，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是小型飞机专用机场。色彩斑斓的小型飞机连接着名古屋与东北及九州地区等日本各个城市。接着，我来为您介绍一下飞机的搭乘方法。从航站楼的入口到登机口仅有200米，非常近。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是小型机场，旅客的移动距离短，旅客能快捷顺利地乘坐飞机，其便捷性出类拔萃。而且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在停机坪上修建了带有屋顶的登机走廊，旅客从航站楼走到飞机时不需要上下移动，只需平面移动。这种方式的登机走廊是在日本最早引进的。我也和大家一起登机了，真的很舒适快捷啊。魅力其二，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是日本第一个拥有商务机专用航站楼的机场，其设备十分完善。商务机不受出发地、目的地的限制，可以随时直接飞往目的地。现在，商务机已经成为国际商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移动手段之一。跑道长达2740米。大型商务机也能在此起降及停泊。商务机旅客与普通旅客的通道完全隔开，高度保障了商务机旅客的隐私和安全，同时实现了快速出入境。魅力其三，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魅力不仅于此。作为执行警察、消防、防灾业务的直升飞机基地，作为报到、测量等航空活动基地，甚至作为直升飞机、小型飞机维修基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公司能提供直升飞机空中游览服务，您可以享受空中游览飞行。空中散步让您饱览优美的风景，真让人兴奋不已。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还有可以清晰观察飞机的瞭望台。瞭望平台比地面高得多，以便观赏跑道。哇，好多飞机在飞呀。对了，机场的周边还有支撑中部地区航空航天工业的重要设施。现在特别为您介绍一下这个设施。在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临街设施内，正在进行新型飞机的开发。在其核心设施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建成的名古屋机场飞行研究基地，为了开发新的飞机，正在进行着飞行实验等各种研究。
哇，太棒了！另外，在临街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三菱重工业公司的工厂，正在着手进行日本第一架国产小型喷气式客机 MRJ 的开发以及生产。我们期望带动今后的日本航空航天工业走向辉煌。我们期望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发展，中部地区航空航天工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我也面向未来，出发！日本中部国际机场是日本中部地区的空中门户，承担着大量航空旅客及货物运输的重担，是代表日本的国际枢纽机场。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是小型飞机、商务机及广域防灾的基地。今天，人们的梦想与希望也从爱知县的机场飞向太空。大家也向爱知县的机场出发。